条残疾龙你都可以爱得这么死心塌地啊。他知道你身份，我到哪儿从哪儿走、冷静。这向晚上有龙角的气息，猜猜这是什么呀？上次那个挤痘痘的，你怎么来了？此人何时来的？我竟丝毫没有察觉到。你是谁？此物从何处取得？这是什么呀？想知道吗？可以，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要他。不可能。要我干嘛？我要你离开他。我虽然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，但是我离不开他。我试过了，我做不到。一条残疾龙你都可以爱得这么死心塌地啊。他知道你身份，我到哪儿从哪儿走、冷静冷静。你们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你真正的身份的。其实我是来帮你们的，只要他愿意跟我走，我立刻就告诉你龙角的位置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一个女人换一个秘密，换不换？不换。这妖婆倒是经得住考验。你跟他废什么话？不能让他离开这儿。巧了，我不走。这绑得挺专业啊。说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白小生。上次与姑娘一别之后，难以忘却姑娘的容颜，我对姑娘是一见钟情呢。胡说，喜欢一个人的眼神是我看他这样的。又犯病。就你这双目无神、目光空洞、图谋不轨的样子，一看就小九九。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好吧，其实啊，你与我的旧爱特别神似，都是这么的娇俏明媚、个性直爽。我看到你的时候，就像看到了太阳一样。哦，是吗？那太阳呢？他死了，他死了！你再撒谎，你就死了！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对你是一见钟情呢？够了，别跟他废话。且慢，燕姑娘，我愿意告诉你龙角的下落，但我只告诉你一个人。你且附耳过来。说吧。附耳。那日素影真人取走龙角，我目睹了整个经过。胡说，那日我也在，我怎么没看见你？我有一种特殊能力，可以隐藏自己的踪迹。我躲在一个绝对不会被发现的地方。总之呢，广寒门弟子没有发现我一路跟随，跟着他们，我到了一个地方。看到了龙角，这龙角就在天香坊。他说在天香坊，走吧。龙角这样的宝贝，他都没想占为己有，看来这一对主仆可以抛却利益，真的是感情颇深。